还是安全问题，继续来看到苗栗万里捌摕到经典小所在网络票选头一名。镇内遮个即个古街真有古早味，嘛有真侪人特别下即味。因为过十多年前古街涂骹太露顶坡，经过十多年后已经伤过久。即阵啊不三时发生有人绊倒受伤的代志。苗栗县县政府今年二月顶坡捌互人破坏，经过重创了后，无疑我最近又过因为天气伤过热，太露又过劈破，影响人也过有车的安全。火车驶入去邦里老街，车陷到真厉害，路实在足无平。路中阁藏三角架，因为路下出现两公尺长的壁损，用手去爬，规块地砖就安尼爬落来。这个地点就伫咧苗栗万里邦里古城，地砖下壁拢是因为天气无稳定。施工缝吼，没有切割出来吼，所以经过这个天气太热，热胀冷缩吼，才产生这种情形。公所讲，因为承包商施工的疏忽，地砖中央的坑本来应该要留0.5公分，结果却干那留0.1公分，连十块的银角啊嘛挤袂入去。最近天气真热，所以才会让地砖劈开。附近的民众带囡仔出门，拢真惊会跌倒，脚踏车唔敢用起来，拢落来用坎的。路无平啊，向向碰起来。有跌倒无？无啥要紧啦。危险嘛，无多啦，个人爱注意啊。邦里老街捌摕到经典小镇网络票选的第一名。当初承包商伫施工的时阵，就外路骑电动机车经过，造成毁损，厂商阁甲地砖乌掉顶坡。即马因为施工的疏忽，阁出现问题，县政府会要求厂商阁一再修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